即飞 P60 Pro 农业无人飞机，喷洒、播撒、航测功能全面升级，灵活高效，更低投入，轻松上场。P60 Pro 拥有更强劲的动力性能，带来40公斤最大载重。行业创新的分体快拆结构，让不同任务系统之间的切换快捷方便。机臂与螺旋桨双折叠的巧妙设计，也让田间地头的搬运和转场更加轻松。第五代锐喷系统采用全新的柔性叶轮泵，更加精准耐用。搭配40升智能药箱，最大喷洒流量提升至32升每分钟。同时，新一代智能离心雾化喷头能将药液精准雾化到60至400微米颗粒大小，结合5到10米有效喷服，效果效率都有保障。配合4旋翼强大集中的风场，穿透力强，药液不漂移。无论是高精度的喷洒作业，还是更大亩用量的植保场景 ，P60 Pro 都能轻松应对。第五代锐波系统拥有60升智能料箱，9米超大波幅，最大推料速度可达190公斤每分钟。所搭载的扫震式垂直甩盘与传统播撒方式相比，抗风性更好，下料更均匀。多种脚轮规格满足播种、撒肥、投饲、撒粉等多样化需求，进一步提升播撒精度和效率。除此之外 ，P60 Pro 上还内置了农田的测绘功能，不用额外安装摄像头就可以实现高清地图拍摄。单次起降最高可测150亩地，飞机降落后自动拼接出图，可不消耗流量，使用更为经济。安全飞行是高效作业的重要保障。P60 Pro 搭载新一代极飞 Super X5 Ultra 智能控制系统，算力翻倍，进一步提升全自主飞行作业能力。结合 4D 成像雷达和广域视觉系统，可以精准探测100米以内的障碍物，并给出最优绕障指令。在复杂的飞行环境中，作业也能流畅不卡顿，极大地提升了效率，更保障了安全。一台农业无人飞机，多种操控方式。通过手机上的极飞农服 App 简单操作， P60 Pro 就能全自主完成农事作业。极飞智能手柄灵活便携，12小时长续航，满足全天作业需求。还有新一代带屏双手遥控器，通信距离更远，图传画面清晰流畅，带来得心应手的操控体验。极飞 XRTK7 及打点测绘、信号中继、移动基站功能于一体，让 P60 Pro 即使在弱网无网环境下，也能全自主稳定作业。充电要快，作业才会更快。全新智能超充电池性能更强，支持多种充电方式，最快7分钟就能充满一块电池。配合电池水雾冷却方案，散热速度更快，做到落地即充。高温天一组电池也能循环作业，灵活轻松，更低投入，精准作业，高效达成。这就是极飞 P60 Pro 2025款农业无人飞机。相较于去年的 P60 有哪些提升呢？价格上绝对是加量不加价，而且比去年更便宜。去年是一个水泵，弊端比较多，两个喷头无法达成一致喷洒量。今年我们直接给到了双泵，这到时候就不用升级了。然后标配的这个高性能螺旋桨56寸，40升的药箱，去年是30升，这个改进了这个扳手，轻松的搬运，也不会抵着肚子了。这次全新的喷头，雾化更大，更均匀。然后去年一直看好 P60 没有买的客户，这次一定要试一试这个 P60 Pro。